小朋友出发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吸引牛肉，买晚上要烤肉的肉。还有下面那个鸭肉。对啊，那就。哎呦呦呦，还有路标了，小岔路，这个是小岔路。晚安，胖哥哥晚安。写作业怎么了？对呀、啊，不想用的那个辣辣。这个很辣。行。看我的臭羊羊。两种。好 ，OK。我也要喝骨肉。干煸跟骨肉，奶奶娃娃也要喝。猪头肉，煎饺，韭菜煎饺。走第二集啊！帮你们拍的，这里拍的。为什么哥哥可以不用撑伞？一下子而已。你妈妈拍的。这边什么？对啊，我在这里面。你还别对我。好吧，哎，等一下哦。理论上有吗？16没有，那个不好吃。好吃。对，就是玫瑰茶熬夜，我们大。而且我们家热的也是用这个煮的，所以蛮好煮的。这不错啊，很好喝哦。要黑莓吗？不要，我喝。白茶茶杯，还有喝茶喝醋的有。我喝茶吗？导览地图。妹妹，你在看要去哪里是不是？好吃。这也太特别了吧！薄的，也好薄哦。那现在看，不会烫，不会烫吧？
好好吃哦。好猛哦。那谁？来喝。来走，妈妈，梅津岁月，安全第一。那个是那个以前存钱的金库了吗？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归位归位。哪样子的？这样子是这样吗？手手不要伸出去，危险！起来吧！爸爸们，快笑死了！不行，吸管会融化。想也知道，不是我是铁吸管哎、欸，不是我刚。我拿去。这里都可以。没有。那不用吃皮了。哦，看起来好吃哎。哎呀。去。很嫩的鱼肉。妹妹吃鸭肉。我要去收了，我要试试看啊。好啊。哥哥，你说这个将军。我拿做完还可以再发给我吗？有时间就可以啊。走吧，往下走。啊，对啊，从樱本部过去啊。懵懵的，妈妈，给爸爸，帮我拿一下，给爸爸，帮我拿。梯田西区，走到底就是卫浴，去往下走。梯田 B1， 梯田 B1 到 B6。有了，这边距离这个卫浴很近。整理得很干净，我有担心有镜子。马桶有大便吗？啊，有。
有五千公斤，功率不大，但勉强堪用。梯田 C1 到 C11， 超大一区。我知道，好夸张，好大颗。